那师傅，我再问一下，就说是，比如说你做相应的事情可以弥补这个，比如说你看，师傅，你有时候比如说你看到一个人小气，就告诉他说你要多放生，因为这样可以改掉他小气的毛病，是吧？就说一个人就说是他以前这个那个造口业，你就向他要多念经。那像我就说，因为您给我看我从就是我上一辈子就是做男人时候欠了很多这种感情债、风流债，那么我现在就是做哪方面的功德能相应的弥补这种业障呢？相应的功德啊，很简单。自律，真的是很难去掉。你像要说现实生活中，我可能就已经做到您说的这样戒，但是就是我每次只要一求婚姻哈，保证夜里有梦考，但是夜里只要这个梦考从来没有过关，只要是梦考就一定还会犯，梦考都是又犯这种感情上的错误了。不要讲了，这种八十天中的恶习怎么样才能去掉呢？什么去掉啊？就是靠你慢慢慢慢的。我问你，一缸的水怎么能够把它洗得干净啊？不断的一缸水倒掉再洗，一缸水倒掉再洗，这么才能洗干净，还听不懂啊？倒掉再洗，倒掉再洗。就是说有一点杂念了，把它去除。对。不能有任何杂念，心中永远要保证干念，正念。嗯。要保证干净正念，听得懂吗？好了好了，嗯，好好把师父的话好好的回想回想，好好听一听吧。哎，我看你境界还差得很远呢，啊，好了好了，真对不起师傅，嗯，已经不容易了。过去像你这种人，谁敢讲你啊？讲你被你骂死了。现在师傅讲你还会笑笑，是的，啊，已经笑笑笑，已经算师傅很感谢你了。你不骂我，我已经很笑，很开心你了。真的，师傅，你每次一骂我们，我们真的好高兴，好感恩呢。我在刺儿你呢，我在刺儿你呢，听不懂啊？你看，你一骂就帮我们消业，就帮我们改毛病，知道就好了，知道就好了，好了好了。我以前很多毛病都是打通电话，你骂我就把这个毛病，我那次就那个嘴巴里讲不好话的那个毛病，后来不是你骂完我以后，我就再也不犯了。我第二次又打电话问你，啊，就是你啊？我说师傅一定把你这个，就是我妈。哦，毛病又来了。说一定把我这个大毒瘤连根拔除了嘛？嗯，连根拔除，少讲话，继续念，明白了吗？嗯。念到自己纯洁了，自然就会顺利了，明白了吗？好了好了，嗯。再见了，再见了。那我师傅，好，最后一句话，师傅，我这个感情的债什么时候才能还完呢？没有什么能还完的。来了你就知道了，求到水到渠成这句话还听不懂啊？嗯，明白了吗？那还得多长时间？那还得多长时间呢？好了，不知道，靠你自己做功德努力的，好吗？嗯。好。好了，再见，再见了，嗯。啊，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嗯，再见啊。感恩菩萨，嗯，再见。